是双冠军哦。你是不是忘了宋天他还是我们学校的游泳冠军哦？宋天作为双冠军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夺冠是不是很轻松？你说轻松？不，我每天都会去训练，有时候训练结束回到家都累坏了。当然了，还有天赋，一年内获得两个冠军，这从来都不是。宋天你好，唐莹和我解决了一个问题，你快看这个。解决什么问题啊，丁浩？我们刚刚正在讨论我的成功，你却打断我们。抱歉，那么我们去解决第二个问题，由我们两个人来解决。真可惜，他们毁了这一切。我们欢迎你，宋天英雄，拿着英雄之剑。怎么感觉你心情不好？发生什么了？因为他们不重视我，我不仅赢得了滑板冠军，而且还有上个月的游泳比赛，我也得了冠军。我可是学校游泳最棒的。你把大家都甩在后面了吗？你是最快的吗？是的，跟我比起来，他们都是初学者。你是说你超过了所有人？能够超过所有人？哇，获得了两次冠军的宋天竟然在这里，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我每天都有训练，而且有时候训练结束回到家都累坏了，当然还有我的天赋。有了这样的能力，你就可以获得第三个冠军了。只要参加当地的游泳比赛，你就是这个岛的冠军了。你能做到吗？简单。走着瞧吧。好的，我宣布参加游泳的人，在远处泳道上的是著名的双冠军宋天。嘿，那就是我要找的明星男孩。在近处泳道上是笑笑，岛上最好的游泳运动员。准备，稳住。笑的小家伙在白白的挣扎，我不需要精灵在岛上。不过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，可以找出谁更快。更重要的是，梦怪到底想干嘛？他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明星，准备忘记一切，甚至是朋友。这是一个冲浪板，它可以帮你救出精灵们。来吧，宋天，去吧，继续往前游，你就能获得第三个冠军了。
横幅，然后我们再去救那些精灵。不，我必须先救我的伙伴。冲过横幅，宋天，你需要那个奖杯。不，不需要。我已经抓住你了，冠军，你救不了他们。走着瞧吧。很多奇遇，打败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，再去领导鱼，快乐再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坚定自己。草莓饮料会很快暖和起来的。谢谢你，静静。真好喝啊。一切都恢复了正常，我们把石头从空中拉到了原处，湖里的水很快就要满了。是比赛把我们带到了这里，好在现在都结束了。唉，这事儿跟比赛无关，都是我的明星病在作祟。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呢？太好了，我已经克服了明星病。他还没喝完呢。唐莹、丁浩，慢点，你们等等我。能告诉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你来看吧。另一个世界，梦幻小岛实在很神奇，英雄之间睡觉。